殿和光山的佛陀纪念馆，在圣诞节那一天举办了世界神明联谊会。哦，那影片里面网友提分享的影片里面有看到夏影、中影、毛岗伟天后宫，哦，庞大的阵托呢。另外你看还有那个可能是菲律宾人，你看呢，跳西洋舞的呢，前面两位有捧着悉达多太子的像啊，还有可能是妈祖像还是什么皇后的像。内容丰富，还有妇女唐诗还扶着神轿，古装的妇女扶着神轿，不是扛的了，用扶的了，扛着太辛苦了。你看，还有法王伽玛巴首次在印度的跳那个金刚舞，嗯，还有这个西藏的香呢出现了那个八美图。这个影片呢介绍王传哦制造的过程，内容很丰富，还有绕境一些重要画面。你看八美图，还有这个水族镇都是绕境影画面里面出现的，还推荐大家真人宫天上圣母进香到南部那个新港奉天宫了，启程的影片呢，西岭太子宫庙的哦，建教大殿，罗天大教，西岭太子宫庙罗天大教，哦，有那个。你看，道士团跟很多功德主在旧的天，旧的太子宫那边做活动。你看到在道士里面，很多好网路很好的影片哦，做分享。这个也是罗天大教哦，西岭太子宫庙罗天大教燕王，现场有很多贡品，有珍贵的食品，还有艺术品哦，很美，都是素的呢。建教期间都吃素哦，这一次九天的建教大典，九天都吃素呢。所以燕王的贡品呢都是素的，介绍吃素食料理。你看这个用个塑胶袋捧鼓起来，然后遮在摄影遮在那个相机左上方镜头前左前方，哦，你看就有效果，有可能有遮光板的效果。这个心灵太子宫是一个村庄的名称，它在太子宫庙的东边的敬天宫，敬天宫在建教期间是玉皇坛，玉皇坛呢有一些宫庙都是玉皇坛。你看敬天宫玉皇坛呢，哦，我看那牌楼很美，看到西岭太子宫的敬天宫的燕王，有很多的贡品、艺术品。